来，老公两个蛋，女儿两个蛋，老公再两个蛋，啥情况？女儿，哎，只有两个蛋。哎，看什么？别吃了，你老公吃。哎呀，不是小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去拿。好，谢谢小妈。哎，你还高兴，他早上都没出门，哪有什么好吃的，家里只有这个面和蛋，你鸡蛋要不要？要。够不够？再给我一个。再来。好，我吃四个。好。我小妈肯定给我拿好吃的吃了。我是你亲生的，你都不信我，你还信他？我小妈一点都不偏心。吃吧，笨。女儿不吃正好，我还嫌这面不够吃呢，女儿就在那眼巴巴等着吧。哼，面有没有？来一点。不要了，我吃这个菜。行，那你吃啊。来点素肉搭配面条吃，软软糯糯真香甜啊。到底是啥硬菜要准备那么久？啊，这彪啊。小妈好了没啊？来了来了，来！哇塞，好光顺啊！哎，你吃什么吃？等你爸吃完你再吃啊。好，我爸就是贪吃。我贪吃还能抢你的吗？你小妈一看就是骗你的，都不让你打开。才不是，好东西要留到最后才吃。我先捡小妈给我买的小零食，最爱吃这个了。哎呀，我也。小妈想的就是周全，肯定是怕我现在打开我爸眼红了，等我爸吃饱了再说吧。你不要面啊，这配的面可香了。你不要。先让我爸吃饱了，等会我一个人吃大餐。你还别说，你小妈这次买的这个真好吃啊，吃起来香辣 Q 弹有嚼劲，关键还能拉稀。他在哪里买的？这个都是小妈在直播间给我抢的，可划算了。朋友们，他这个啊是手撕素肉，都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，有孜然和微辣两个口味可以选择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，9.9元到手30包，还给你们包送到家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现在啊去我的直播间还能领取一张优惠券，券后啊只要4.9元就能到手30包，还给你们包送到家的。喜欢的朋友们去直播间拍哦。那还挺划算的啊。你告诉你小妈多买一点，就说你爱吃，平常上厕所打游戏都可以吃。你不是有私房钱吗？就等着看那盆里装的是个啥。啊，真香啊。香辣过瘾还挺下饭呢、啊。爸你吃饱了？哎，我吃饱了，你吃吧。那你不能跟我抢啊。抢什么抢，肯定没有。谁说的？嘿。啊，鸡蛋壳。鸡蛋壳。我就跟你说了吧，还不信。我不信。哦，阳澄湖大闸蟹。还真有啊。我就说吧，小妈肯定给我好吃。又套路啊。来来来，老公你吃，老公还会给你吃，最后两个都给你。老公不是，老婆你都给我了，小狐狸吃什么呀？他吃什么吃？你吃什么呀？老公这个都给你吃，他吃什么？他又不是，我又不是他亲生的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别给他，你给他准备了吃的，我去拿。哦，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。来，你吃个鸡蛋。好，谢谢爸。面要不要？面不要了。那再来一个。好，吃点份鸡蛋补补脑。自己的女儿，自己疼。啊，真香啊！马上就有好吃的啦！来来来，你吃这个吧。好吃的来了，给你准备了大餐了吗？谢谢小妈。啥情况？老婆，你怎么就给小狐狸吃青菜呀？小孩子吃点青菜怎么了？哎，不行。算了吧，我就吃点青菜吧。对，吃点青菜挺好的。来来来，爽。老公，你自己吃。算了算了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太难了。那我吃点我买的小鱼仔吧。拿上来啊。
我这二婚老婆对我是挺好，就是对女儿有点凶。拿这么远干嘛？这你行吗？真是没有眼力见啊！有点鸡味的，老哥你先吃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本以为就小鱼一条鱼，没想到拖家带口，满满一大包。这丫头还挺会买东西。三秒没细菌。他这个一包里面有八九根，将近十根，还挺多的。嗯，而且配面条也很香。嗯，这个好像配面条、米饭、馒头、饺子啊，平时用来当下酒菜都可以。嗯嗯，哎，真好吃，哥哥。我先收口面，等我吃饱了，我就带上我的私房钱，请我女儿去上海吃意料，喝大瓶冰红茶。哦哟，这东西得的很，真是越吃越好吃。谢谢小妈。嗯，等会小妈带你一起吃大餐。嗯，好吃。喂，小妈，这个吃起来肉质紧实有嚼劲，而且麻辣入味，越嚼越香。你在哪买的呀？这个都是我在直播间买的。朋友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款小鱼仔，它都是选用优质的公干鱼制作而成，而且啊，它有这个麻辣、香辣、泡椒、盐焗、荔枝五个口味可以选择呢。现在直播间还有活动，9.9块20包，拍的越多越划算。喜欢的朋友们去直播间拍。嗯，这么划算。嗯，哎，那我想再吃一个荔枝口味的。就不要吃，这是我跟我老公买的。不是，你吃这么多干什么？老公，给你的，你拿着，你别的上厕所还要吃呢。嗯，老婆真是有点太过分了。闺女儿别急，爸马上带你出去吃好的。嗯，爸，吃不下了吗？爸爸，终于吃完了。你怎么吃啊？我就这样吃呗。行吧，我们俩吃呗。哎呀，哇，这小乳猪啊，你们要讹我打死我了。